我是不理解的，但是上面点都不一样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我讲，啊，这做人民主席，我做主席，啊，我两个我才来拜见你，好，我就来拜见你，好，我。张龙大哥。你们要救起来，我要滚。来来，后面来。你在教我？要泡啊，怎么泡啊？哎，今晚多少度？刚成功。好了，那个，我们聊一下好不好？记者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情吗？我们都很关心。要不要？那我们做简短。那么到那边去吗？不要问那边。过去。太重了。坐着吧，我陪他去，我陪他去，是我女儿那个楼上。哦，女儿的。对，他两个孙子，现在一个在请人家请人家照顾，一个在一个在亲戚那边照顾。哦。两个月小孩都出院了。哦，出院了。我做最快。有人陪他。我三天插管，三天都六天都出来了。我事情太多要办，我不能不出来。对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。我妹妹他们都，就女儿跟我讲说，你要冷静，要想一个坏消息，说我老婆已经救了一个，救很久救不起来，都多的，全部肿起来都抱起来，没办法救不起来，一个晚上而已。那你之后会去送他，还是会去送他？现在在安排他的，这先很忙，就是现在的安排的，我们要出兵的路。哦，对。出兵时间确定了吗？对，有。下个月二月先吗？是哦，在那个我们的第一殡仪馆。哦，因为有习俗是说另一半。后十天，无数天，后十天，你在十点跟11点等他。到场。我会到场。因为那天很多人会到，我们一边我们诸葛亮那一边，我们的话剧团里面的团体都会到，因为我们以前是同团的，跟诸葛亮我们以前都是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那一旦老板都会上。对。那你自己现在的伤势怎么样？伤势已经好了比较快了，但空气不好，我就比较受不了。伤已经好最快，马赛医院那个烫伤太厉害了。那个医生说最厉害，他变成第四个还要到我插管，我第二个插管都要，在我很多事情要办，我不能再插下去，我容易死掉，我受不了。那个主任可以旁边考虑一下，都好，把他拔起来，那拔起来我都坚强要活起来，我就一直拼到现在已经比较好一点。那现在每天吃药吗？有在吃药，等明天早上我要到麻醉，再回诊。对。我做最快，我就最快的就出来了。插管三天我就把它出来了。我已经自己注定要拼下去。对。谢谢大家。现在还有痰吗？我可没掉。我都变白了。我担心医生交代你，按肚子哈。那痰就出来了，尽量这样控制，我都很配合。医生跟你讲，我都懂这个，就很顺利，慢慢的就消掉。但是我老婆真的没办法，她太严重了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大家有联络的方式吗？联络的方式有吗？联络。对啊。他现在要先寄给小霞。对。那还是女儿的电话。我如果方便的话，不知道怎样对不对？就部门工会的秘书长，对，你找秘书长就可以了。4号时间。对。秘书长他。